在跟你们讲，身体这种东西就是没有问题的时候你们都不觉得怎样，等到身体出问题的时候就很麻烦，等到身体出问题的时候就很麻烦，所以你们平常要多多照顾自己的身体。来，你们平常要多多照顾自己的身体，不要挥霍自己的身体，该保养就保养，该运动就运动，吃那个什么油炸甜的东西不要常吃。那个癌症啊，大恩癌症啊，大恩癌症啊，三百条了，没有人聊天。算起来就糗啦，那么没胆，来算起来家。来，再起来。
我现在几把几把几把，来给你。OK， 好了。你讲伊无？应该有哦。鸡腿一块一块。土圆的对哇，你最近。我靠呀！我这隔离了都蛮牛，怎么你卡了？够嘛哈？怎么都卡啦？怎么都卡啦？真的啦！真的，真的。大恨很不错啊，大恨很不错啊，因为有些人遇到这种事就会心情沮丧，但是看起来他还是可以接受，就是不管怎样都要活下去，不管怎样都要活下去。Bye-bye.
石岭哈喽，石岭哈喽，你今天要过来吗？来哦，前两天来，都来。小鱼干，你是春香吗？啊？没有哎，没看到哎。我未见你小姐，你话咩？二十八号马卡不用买？应该还有。二十八号马卡不用买？应该还有。你们要坐过去，你去东边。我小你个小姐，我每天十八号小姐，每天不用小姐啊。我一说不用小姐，我小姐来，我等你应该字被字掉了，有时候留言会字会被字。你要冷冻还是现切的？现切的有，啊，整我看一下整只的，整只的你要如果要现切一份可能要等。嗯。哎，要等他卖。那如果你要，我就要卖。你要鲑鱼一份是不是？还有小鱼干一份。好，好。现切的可能没办法。现切的他今天就省吃的，等吃又都还没吃，我可能就知道。好 ，OK。进一片没有？没有，今天只有对没有？刚卖过，风小姐有在这边。一份是不是？好，好，大家帮你留 ，OK。好。OK。OK。好。九点吧。嗯。好。Candy 啊啦，石岭要过来啊，那你要什么东西？你要什么东西？我看一下，我去后台看一下，看你有没有留言被吃掉。拿结婚，拿结婚，拿结婚。拿结婚，拿结婚。对，留一份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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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有鲈鱼吗？太像，刚才卖了一波，不知道后面还没有鲈鱼。桌面没有看到。这些也不在哦，这是有点坏。这些啊。这些也不在哦。无人知哦，无人。真的。这三五百啦，这是开会啦。抓一下你放你现在讲不过吧，来，你唔知几块？帮你处理，这都如果是这样的，都处理好了，都处理好了，这都处理好了。今天有这个啊，最好的啊。这是九班，我上个礼拜买那个哪一个？那个礼拜，我还问你说这三五号鱼，你说那么大，没有？他那个刀子还切不下去啊？加之鱼？不是，大只的加之鱼啊。好，那个回去我两条弄了两个钟头，他都下去了。我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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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他说你弄弄坏几，一共你弄坏几只刀啊？人家说你弄坏几只刀？有，我想问个几样过来。子玉玲，你要留什么？花枝丸吗？没有，没有花枝丸。哇，子玉玲，你太晚一步。子玉玲，子玉玲，你晚了一步。你要不要先把你要的东西打一打？六百一老呀？哦哟，子玉玲，他有帮你留，他有帮你留，他有帮你留。这个也要可以用炒的，这个可以用炒的。这个是新的猪排。啊？跟你们讲一下啊、哦，刚才有一个客人说回去那弄加字鱼，弄加字鱼。谢谢董内哦，谢谢董内。谢谢董内哦，他回去弄加字鱼，他说用煎的不好吃，红烧很好吃，红烧很好吃。啊，因为那是鲷鱼，通常是煮汤啊，通常是煮汤跟清蒸。加字鱼是煮汤跟清蒸最好吃哦。这个母猫是谁啊？三百块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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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百块来